金箍棒能到的地方都有我帅气的身影。不想被射中的话，就给我呱呱站好。金箍棒能到的地方都有我帅气。这是一个考验，成长就是战胜自己不成熟的过去。命运吗？人的邂逅可能是由命运来决定的。我问你问题啊，为什么用问句回答？光芒越耀眼，人生越苦短。你好，在这里的是未被发现的天才。卑鄙小人不管做什么，都注定会失败。卑鄙小人不管做什么，都注定会失败。从商多年，我深谙其道，出卖良心是最赚钱的买卖。你最大的罪恶就是不认为自己是罪人。你好，在这里的是未被发现的天才。卑鄙小人不管做什么，都注定会失败。命运吗？人的邂逅可能是由命运来决定的。再见这个词是在跟朋友分别的时候才最适合用的。可以挑战章节副本了，点击这里通关副本即可获得法宝。
你最大的罪恶就是不认为自己是罪人。再见这个词是在跟朋友分别的时候才最适合用的。从商多年，我深谙其道，出卖良心是最赚钱的买卖。打开背包看看哦，点击分解，没用的装备都可以拿来分，点击这里关闭界面哦。低级装备分解出来的物品，点击这里使用哦。喂宠物可提高宠物等级，点击这里关闭界面哦。一起来继续任务哦。青天接碧海，明月共潮生。人类可是个靠蛮力才胜利的动物，你这么温柔可不行的。我最讨厌的两个词就是努力和加油。这是一个考验，成长就是战胜自己不成熟的过去。从商多年，我深谙其来体验一下 VIP 特权啦，试试 VIP 免费小飞鞋嘛。来，占个痛快。再见这个词是在跟朋友分别的时候才最适合用的。盛宴易散，良会难逢。谁敢说我的头发，我就绝饶不了他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为什么用问句回答？从商多年，我深谙其道，出卖良心是最赚钱的买卖。命运吗？人的邂逅可能是由命运来决定的。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。